依然为植栽啊，来吸收着水分哈、哦，啊，做对啊，行道树甲咱的植物来讲是真大的威胁。啊，咱你讲啊，种树啊、种花容易啊，要管顾较困难啦、啊、哈、哦。啊，尤其你咱宜兰市啊，有一百个啊，这个绿美化的点，拢委托啊，这个社区啊是善心人士共同来甲咱维护哈。啊，你这个行道树的部分。啊，面积嘛非常的大，尤其啊，即马咱紫薇拄咧开花的花期哈，啊，这花期啊，啊有三个月的时间，啊，这紫薇是咧热天啊，这个开花，咱咧讲夏之阴哈，啊，但是啊，如果嘛欠水分的时阵，啊，这花就开袂水，开袂水以外，嘛威胁到啊，啊，伊生长啊，即款的生命哈、啊，所以啊，咱你即礼拜开始来进行大量的。你早起也是买啊嘛，啊来进行压水的作业哈。啊，因为啊、本来是期待讲会当啊，啊这个天公伯啊，啊这个风调雨顺，落落雨水哈，和、啊、咱天然啊啊这个植物来吸收到啊咱的水分。但是甲看起来哈，啊这个情形啊可能啊这个咱无法度按算。所以啊，你这礼拜开始哈、啊，咱已经进行真侪遍。啊，透早加暗时的这个压水的作业，因为啊，咱嘛是爱哦，这个啊，无日头日照的时阵哈、啊，这个压水较袂去伤害到咱的啊，这个花草哈。啊，咱嘛看到真侪草皮啊，啊，其实即马拢已经打去啊啦哈。啊，所以这咱来对咱来讲，啊，这个城市啊，要哦啊，这个美化啊，要哦，大家感觉讲看起来啊，更加美观哈。啊啊，这对咱来讲，饲养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啊，咱哩啊，这个行道树啊，甲植栽的这个维护顶头啊，咱即嘛变作是爱用这个人工的方式，可以啊，会当吸收到啊，这个真好的水分。啊，咱嘛期待讲啊，会当啊，赶紧落落一寡雨水哈，会当予咱只个啊，这个行道树甲植栽所有的花草啊，吸收到因啊需要的啊，这个水分。啊，嘛要呼吁咱一挂乡亲哈，如果啊，你的厝面头前，也是周边，包括家己的花园啊啦哈，也是家己花卡种的这个啊，这个花草，咱嘛通利用到啊，咱这个啊，家己用过，也是回收的这个水来做啊，这个压水的作业啊，压水的动作哈。啊，因为啊，这个热天，咱来看哈。人就安尼吼，强要啊，这个袂动力啊，哈啊，植物吼啊，这个花草，规工你啊曝日咯，更加是更加啊，这个需要水分哈、啊。所以你才要呼吁讲，大家共同啊来维护着市场啊，维护着咱啊这个行道树，甲所有啊这个植栽的这个生命啦，哈 啊, 啊。如果你一个城市内底啊，这么水的啊这个花草。这么水的啊，这个行道树，也是讲真侪咱的树木，会当甲咱共同来生长，这嘛是咱的一种的幸福啦，哈。啊，咱嘛甲当作啊，这个树木是咱啊这个家人的一部分，会当甲咱共同生长，看到城市共同的发展，哈。啊，咱啊这个要给伊一个有够的这个水分啦，哈。无即嘛安尼哈，早两三个月来啊，拢咧一直消毒。啊，即个行道树也是讲即个啊，即、这个树木啊，有可能干那拢食着消毒水尔啦，哈、啊。咱即下要予伊会当吸收着啊，即、这个真好的水分啊，甚至啊会当落一挂予伊吸收天然的水分，予伊会当生了更加水、更加健康。